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就慢慢的往下面走下去了。嗯，啊，太开心了，这个风筝，嗯，没用上啊，找根线，找了根杆子，回去再找一找，到时找个风景美的地方去放吧。这个图案还是大白的，嘿嘿，嗯，扔垃圾带走。哎，很多人为什么我们的大白叫大白，就是因为这个动画片呢。那这就超能陆战队里面的好久的动画片了。大白，特别暖，暖男也是个暖男。这些水，把水倒了，然后把瓶子拿到那个毡房去给他们了。他们好像收集这种瓶子哦。嗯。这个我就是在他们这边拿的。嗯，给他还回去，把水倒了。嗯。还有这个绳子，也是他们那里的，来还回去吧。开心。开心。我们那个背包还有点小零食。拿去给那个小美女吃吧。嗯，他们家好像有卖马奶，要不拿点，拿我们的矿泉水瓶去装一瓶，买一买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没问题。看有没有现挤的，我们拿下去自己煮了喝一喝哈。我觉得可以啊。嗯。刚刚拿了差不多七八个瓶子啊，那边有七个，下面还有，给它全部捡了。不能留垃圾在这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都捡了，这也是山泉水啊，哦，下面还有小溪流。哦，下去玩一玩应该也挺不错。行，还是抓紧点时间回去吧。哎呀，无人机呢也没电，也飞不了风景了。我们把这个瓶子还有这个绳子啊。还回那个站房的小美女家。嗯，哎呦，这马，哎呦，这马突突突的，是怎么？突突突，不高兴。不要这样子嘛。啊、哦，刚刚听到我们说喝马奶。马很聪明的。嗯，这无人机拿到了，这个天气呢也变好了，哎，都有这个蓝天白云了。刚刚把那个东西还了，想在这边呢买点那个新鲜的马奶子。但是他们刚刚好像是在午休啊，说现在这个没有新鲜的，新鲜的要等到差不多天黑时间才有啊，所以呢我们就下去吧，下去估计下去也要一个多小时呢哈，慢慢玩下去了，慢慢玩下去了，啊，仙女湖回头看一眼啊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，走，赶紧下去吧，拜拜，还在车上呢，走，去找回去找我们家狗子去了。这匹马是小马还是大马？宝马呀。他是不是累了？休息呢。他是累了吗？休息好。睡觉。他休息了。休息不能过去吧？不能过去啊，鱼。可能过去，你这边去，后面过去吧。从后面过去是吧？他想靠近一下。不让进。不能进啊。从这边走没事吧？马踢了。从这边走可以了。马会踢的。从哪边走？从右边走，右边走，右边走。睡觉了。这匹马特别搞笑。睡觉了瘫了一样，感觉他们好累哦。嗯嗯嗯，好累哦，应该累瘫了，我感觉。看看这里的，看这小朋友，小朋友回来啦！这昨天晚上小朋友，好朋友们，无人机拿到没呢？爬树拿的，爬上去拿的。哦，看这里的羊，羊妹妹。羊妹妹，呜、哦，好肥呀、啊！这里的羊妹妹好肥呀、啊！你再叫一下，这边的羊羊叫声还挺大的呢。那后面一片乌云啊、哦，要下雨了，山上。啊、哦，这个应该是羊妈妈，后面跟了两只羊娃子，让他们回家了，一边走一边喊妹。听到没有？这个声音呢，就是喊自己的娃回家的声音。好搞笑啊，这个羊。哎，这个声音啊，就是羊妈妈也喊那个娃回家了。嗯，这边也有马，有羊，还有那个憨憨的牛，觉得挺好玩的。好，前面已经看到下面的毡房了，翻过这边山，
就能下去了。现在已经8点钟了吧，哈，还有不少人上山呢。哎呀，我们终于快下到了。人家要抱着娃骑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嗯，人家骑天天骑马。哇，还这么厉害！非常的熟练，就是马背一样。这个感觉人更多哎，这一批哈。嗯。应该最后一批了吧？嗯哼。可能都要上山住山上的。啊，终于呢下来了。这个天气啊，果然呢，今天晚上就感觉就要下雨了，不用等到明天了都。哇，你看这乌云密布的了，马儿呢也下班了，刚刚上去的应该就是最后一批了。哦，累不累啊？今天爬山又差不多2小时。还好没有昨天累。还是下山舒服一点哈。嗯。来这边啊，我建议就是可以坐摩托车上去，然后自己走下来哦。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因为坐马的话，坐太久了也会屁股疼。对，终于回到车里啦。这个天空呢，正好飘一点小雨，啊，一阵子刚刚好。带大白先出来给他活动一下。快走一走，等下下雨了哈。因为一瞬间就没有蓝天了。就是乌云密布。今天呢，还终归是幸运的啊，无人机呢还是捡起来了。嗯，回来就下雨，我们赶紧回车上吧。拜的幸运球呢？在我的背包上。好，行了，回车里吧。下雨了。哦，回车里。哦，下大了这个雨。外面现在。还在下着雨啊，我们在车里呢，准备就吃点简单的晚饭。噔噔噔噔，这个凉皮啊，应该是面皮吧，新疆那个面皮也好吃啊，给它泡一泡，待会儿做一个凉拌的凉皮儿。小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有那个黄瓜丝，还有香菜、火腿肠，哎，待会儿一人一碗。两碗这个面皮已经做好了。鳗鱼呢，它也是分量少一点的，小鸟胃啊。我呢吃多一点，男人嘛，对吧？拌一拌就可以开饭了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你的拿手拌凉皮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好吃吧？嗯。对，再倒少点那个红色的东西。胡萝卜没买的，上次买的黄萝卜。嗯。黄萝卜也是可以生吃的吧？应该也可以吧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。没有了红色拌的好看哈，应该放个红色的火腿肠的就行了。哎，连续爬了那个2天的仙女湖啊，着实是累惨了。万一明天估计身上还会到处都是痛。今天早上真的是特别难起来，要不是赶时间哈。嗯，晚上早点睡吧。对，好久没有徒步了。对，还好结局是好的哈。对。无人机拿到就好是吧？对，行，那我们赶紧吃吧，吃完我们就早点休息啊。你的脸都晒红了，晒黑了都。是吧？嗯。晚上给你敷个面膜。这面皮真的是。好久韧性哈。对，特别的 Q 弹 Q 弹的。嗯，没有买少了是吧？到商店再买一点，太好吃了这个。晚上我们准备休息了，今天车上的电呢，就只有一点点了，今天车上的电呢只有10%几了，啊，明天呢得找个地方充电了都。听听外面，又刮风又下雨的，看一下，哎呀呀呀！果然这个天气预报还是挺准的，说下雨，哎，真下雨了。还好啊，今天幸运啊，我们这个无人机拿回来了，要不然可能飞机也会下来，因为风比较大嘛。当然了，掉下来估计01的雨啊，估计也就废的差不多了。还好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。哎，大白今天也是休息够了哈，休息够了，等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再出去玩哈，今天呢就好好的休息了哈，
怎么有点也迷迷糊糊的。好，那早点睡觉吧。嗯。